这里面就是邱总啊，咱们的话出去上班，收一台叉五，今天两个人啊开的那个车过去，这是深南中路，就你激活了，就试用了一下就不想要了。今天没耳机的吗？没有吧，我们一套都在这。你为什么不想要了呢？好不容易抢到的，他们抢都抢不到，那为什么不想要了呢？这个，我自己用习惯了苹果。用习惯了苹果，所以也还好，就是我感觉那个就画面上还是有不一样的，系统上嗯，其实华为系统做的挺不错的。总之还是说用习惯了苹果有点不适应哈，有点不适应。这个东西肯定是的，你想安卓换苹果都会有一点适应期。然后、来吧，这我这转给他。你橙色看好了吗？橙色你再看吧，橙色看好没有？这箱子就放到后边了。那先放在这里吧，等会我认真后面。OK。来吧，转账。我上去那天开的时候发给你们了，好吧？你电脑是弄的多少钱？150是吧？对对对。15000。真的啊、你重新换一个，你重新换一个，换重新，它这个码，这个码收款码，它会长时间了之后，它就会那啥，会有没有号？支付宝到账，好，收款 ，OK， 好的。可以了啊，好了，好了，对，没事，应该，到时候你把那个发票 ，OK， 我回去就 OK。